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 Man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这一款游戏呢，叫做《守夜人长夜》。这一款游戏呢，它是我们台湾独立开发的，这个台湾独立团队开发的啊。那就是说呢，意思是说我们台湾人所制作的这一款游戏。那么呢，这个游戏呢是属于一款动作冒险类，目前现在正在 demo 版测试。已经开放下载了，所以说你们如果想要玩看看的话呢，你们可以去他的这个粉丝专页，然后去下载他们这个封测，算是公测档，你们就可以来体验这款游戏。那么呢，我们现在就是来稍微试玩一下，因为呢，老头看到他这个游戏的美术风格以及他的这个动作的这个流畅感，感觉还不错，所以说来体验看看。好不好？那它这个游戏是支援摇杆的，所以说我们可以用摇杆来玩。那刚开始它有简单跟普通给你，那我觉得以老头的这个个性，可能不会选简单。老头要玩就玩普通，是吧？来吧。听说很久很久以前，世上有白天与黑夜。白天光亮的刺眼，一眼能看尽层层叠叠的山脉，只是传说。现在我们感谢回来，过来吧，来吧。好，来不及，抱歉。我读比较慢哦，他现在一开始就是稍微跟你讲解一下白天跟黑夜。那这个标题上面写长夜，这代表说我们现在已经没有白天了，或许吧。那你看现在这是我们的人物，然后呢，我们的人物一般攻击哦，这个感觉就是很像卷轴，然后说这个建模是3D 把它压成2D 吗？抱歉，我不是很懂。不过呢，感觉非常流畅就对了。我个人觉得给我的感觉还不错。然后我刚刚不小心按了我的圈，就要补血了。哎呦，跳起来还有这招攻击哦！三角形是直接顺过去，然后呢？我还可以换武器耶，长矛。这个是长矛哦，这个是斧头啊。还有什么？R2 是往后会消耗体力这样子，然后这个另外一边是蓄气，哦呦，还有蓄气攻击，我的天啊，还可以蹲下，哇，蓄好满，我们换这把的话，这把是格挡，蓄气键变格挡，往后跳 RT， 攻击，为什么我补血？为什么我刚刚突然又插了一下针？把我补血用完了。抱歉，没关系，反正都在试玩当中。我们还有飞刀有没有？飞刀来者的跳跃，我再可以二段跳，然后这样可以翻滚。新手教学，我们看到上面有一只老鼠，这是什么？防御是这个，没错。燃烧瓶，哇，马上被打趴是怎样？这个游戏呢，刚刚那个应该说这个游戏这个小编有跟我讲说，这个游戏你拿长剑之后格挡之后瞬间按三角形，试看，马上有个反击，真的假的？干，我就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别啊，我玩普通模式，感觉搞死自己啊，好。另外一边让我挡一下。居然没有。一瞬间。又死了。算了，我还是不要看那什么招式了。然后剑能格挡敌人的攻击并减力伤格挡状况下。哇，我来不及读了。他这个给太这个时间太短了，我来不及阅读啊。他就直接切换掉了。来不及阅读。来不及阅读啊！可是这动作太慢了。格挡完按攻击啊！算了，不管了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们就是先照剧情走吧。照着这个怎么讲？就是直接往前走就对了，不管了，反正就是往前走。马上就有一个敌人掉下来了。打两下，还是说攻击那一瞬间格挡啊？可以反击，来试试看。根本没屁用啊！我还是乖乖做攻击好了，换斧头。我抓，
挥两下。哎呦，挥两下居然可以这种连续技啊，感觉蛮酷的。开启，好，按上直接开启，拿到了炸药。好的。哎，这游戏的 BGM 是太小声还是怎样？我不是很了解。不过呢，哇，马上就有敌人。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个难度，还有以及他的这个敌人跟这个协调，让我有点想到黑暗灵魂，有黑暗灵魂的 feel。有一点啦，连死掉也蛮像的。岸上使用药水，直接攻击算了。有解决了，轻轻松松，这边也可以下去。哦，可以往下看，这些是敌人啊，怎么看不出来？哦，还真是敌人，超级看不出来。啊，我没体力了，然后体力耗尽了，还会这样子撸在那边休息是吧？燃烧瓶，燃烧瓶，烧死你！飞刀就，飞刀超痛。那解决掉了，看一下治疗药水，好补一下补一下。不过这是目前阶段是一个试玩版，所以说我觉得试玩版还有很多需要修改的地方啊，对啊，那哪个地方美中不足的话，也就是请见谅啊。我个人也是以一个试玩的心态来进行啊，所以说也不用要求太多啊，可以把一些建议提供给他们，啊，让他们正式上市的时候呢，游戏可以更好。然后马上遇到敌人的裂嘴兽，哇哇哇哇，嗨，哇，不行啊，裂嘴兽，我要死了 ，Nope。根本打不赢啊！剑特殊攻击虽然攻击不高，但闪避点是个好方式啊！我死了，你终于醒来了，雷拉。因为这叫做黛西，这里是镇上的救济所。你昏倒后被送来这里，那只怪物呢？暂时被守卫队赶跑了。等等，你该不会要回去和他作战吧？放任不管的话，村子会有危险。我知道无法阻止你，但请你别这么死了。要是这样，倒不如你不要回来比较好些。我只想要啊，我想我只能晚点再聊了。或许你会想要去镇上看看，看有没有值不值得你的付出。哇，妹子，领主大人，我怎么突然想到某人？哦，已经没有派物资了，就是了。希望能赶快离开这里。哎呀，这边怎么上去啊？哎，我出去了，我出去了。这里呢？哦，都一样，是不是？两边的门不同而已。好冷啊！跳下去，还真的可以这样跳下来哦，这么酷啊！日子越来越难过了。哎呀，我从这边出来了，梅耶大桥。这个地方会有什么？哦哦，再去挑战裂嘴兽，我可以重新挑战欸，这么酷！哦，在哪里啊？哦，我看到了，哇！我来看可不可以把他打死。我刚刚捡了一些装备了，是时候报仇了。哇哟 ！Oh my god！ 应该不难打，嗯。有捡到装备就是有差，你看看我，哇一呆，我不能死，补血，快点去死吧你！买哦！哦呦，看我的超级神奇格挡，去死吧裂嘴兽！能结束哇！好了，我打死了。好了，我把他打死了，回去可不可以交差？然后就是炫耀一下这样子。林北赢了啦！门又打开，
跟他讲话。哦，我打赢了，结果他也没有跟我说什么、欸，好吧，算了，好吧，我觉得今天抽签玩到这里结束了、哦。对啊，我就觉得这个体验还不错啦，但至于有没有问题，其实我也不太了解。不过整体玩起来目前还是算蛮新鲜感的、哦，但是我是希望这游戏的 BGM 可以再更 OK 一点，因为这个目前这个状况长期玩下来，没有音乐、没有配乐的部分，哦，给人的感觉其实有点乏味，哦，像是这种出来才有 BGM， 但你在里头没有 BGM， 我是不知道作者是想要营造什么，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状况久了其实会蛮闷的吧，我是这么想吧，好不好？这个人纯属意见啊，这个看个人，我是觉得需要一点气氛，不然太安静了，啊，感觉不太好。好吧，那么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啦。如果喜欢影片的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小块下方留言，我是老头。好，我们有机会呢，这个游戏正式版上市的话，老头再玩看看吧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